好，上来。起。老师好。大家好。你们先欣赏了一组漫画。你看第一组漫画啊，叫《丹丹的车》，脚踏车。能看懂吗？第二个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干嘛来？穿鞋。第三个哈，最像你了，花生米不满足。第四个看看来福，看看哈，好，你觉得哈小孩子就有什么特点？天真啊，天真啊，童趣哈，嗯。中国漫画第一人哈，丰子恺先生，他呢就比较关注儿童世界。那我们来走进大师，看一看哈。大师生平，首先温情成长，他是同一辈中唯一的男孩子，就在家族里边像宝玉一样哈，那受珍护、受呵护的，这种性格伴随终生。后来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先生和夏勉尊先生哈，所以他的文化书院样样精通。后受老师李叔同先生的影响，1927年呢皈依佛门，法名音行。什么叫音行？夏勉。好的，所以他终身世子之心，温柔悲悯哈。那他是一个儿童崇拜者，他曾经把八指头陀一首诗呢刻在自己的烟斗上，来终生铭记，终生自警。吾爱童子身一二，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八指为天下，大义不相称，对决心常变，逢人与自心。没想完，还有两句话，下回分解。他还在我的漫画中啊写到哈，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的生活。好，1934年哈9月初秋，先生护送一批小孩子去省城考初中，我们跟随先生的文章一同走进那个时代哈，去体会一下童心世界。本文的学习目标两条，来说不做。一项早期文章细节描写，二人物作品的主题思想。两个哈，一个是细节哈，一个是主题思想。咱看看，字音字形，你都会读吧？哪个字你靠谱吧？先干嘛去了？快点说，干嘛？送考途中，然后呢？考完了。然后干嘛了？快点说，干嘛了？考试途中，再往后。看榜子吧，最后，哎，回乡，基本上四个场景啊。先生啊，生发妙笔，你越读越有味道，淋漓尽致来描写孩子的心理啊。我们来走入文本，我希望你呢，就是来赏析。我要求你哈，赏析文中你最喜欢的场景描写，因为这是最喜欢，来进一步来感悟作者的思想感情。这就是立足文本，咬文嚼字哈，时间是5分钟。
就前后小组嘛，同学先互交流那讨论，来同学讨论交流哈。
到第十一段的最后一句说，大家嘴上准备说不娶，男孩子高兴的说，我横竖不娶。高声的说，我横竖不娶的。女的孩子狠狠的说，我娶了要死。我觉得这一句话作者就是写的很细腻，然后就说这些孩子考完之后没有信心，反而变成了一种非常偏激的一种过分的谦虚出来了。然后，但是他们说我不娶，我不娶，其实他们心里应该也留有一种侥幸，期待自己要被娶到，然后能得到这种惊喜，也是在给自己留后路。我觉得这里作者写流露出作者对这些孩子，看着他们非常可爱的在这里说自己，娶不上，娶不上。我觉得作者有一种，看到孩子们非常可爱，自己也感觉非常可爱。好，哎，我请坐，因为懂得，我所以是这个。第四段到第五段，第三、第五段就是，在送好了土豆，然后他们在船上，然后一方是丰子恺，在那里看，灌溉的场景，然后另一方是学生们在那里埋头在那读书，然后这个时候去看一下。学生们去拿总统考题考察的时候考的内容，一个是穿山甲，另一个是耶稣，然后是无烟火药，还有一个是挪威的海岸线，然后这些东西有一些是西方的，然后有一些在中国好像根本就不容易见到，这些东西他们是学校考的内容，但是这些东西与他们生活的实际是完全不着边际的。而此时丰子恺看呢，正是与可能他自己也他自己耳闻目睹过许多次，然后为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而感到尤为的震撼和感动。于是就他们这两方就为此事而争吵出来，然后这时候丰子恺就说这种题目不会考了，因为他觉得学校可能是不会教这些东西。这个时候我们组就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丰子恺是很尖锐的想讽刺这种现象，就是学校他们在考试这种考试方面，然后就是盲目的让学生们去接受西方文化，但是却忽视了对自身文化、对自身生活的感触和理解。然后另一种就是丰子恺可能并没有如此偏激，然后他说我恼羞并不成怒，然后依旧在那里吸烟，然后对他们也过度不理，可能就是一种邪趣的一种描写。好，他提出了他们组的一个疑问，好，请坐。其实第九段的情感它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有的组呢就认为它就是一种欣赏，一种喜爱，一种长者看小者的那种同情关爱，但有的就可能认为有种讽刺的味道。那咱就是咱读哈，你看五到九段，咱分角色读行吗？哪位同学能够就是尝试小朋友的读五到八？找两位小朋友，两位小朋友行吗？谁大胆站起来读呗。五到八分两个，五六一个，七八一个小朋友。很好，起来，一小朋友，还有小朋友，男朋友呢？男小朋友呢？有写了吗？我觉得朱主演声音挺适合的。来，第九段哈，来，一个是旁白哈，来王凤玉，另外一个是丰子恺的话哈，老学究了哈。我看赵彤长得挺老的，来，是不是？开始了，从第五段开始。穿山甲喜欢吃什么东西？耶稣生时当中国什么朝代？无烟火药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挪威的海岸线从多少英里？我曾被他们难倒，一个问题都答不出来。我装着内行的神气，对他们说：“这种题目不会考的。”他们都笑起来，伸出一根手指点着我说你考不准。我老师并不愁怒，笑着倚在船窗上吸烟，后来听见他们里面有人在教我穿山甲喜欢吃蚂蚁的，我管自看踏水，不去听他们的话，他们也管自埋头在书中，不来踩我，直到舍船登陆。好，请坐咱再来剖析这一段八六组有七有争议，咱自己谈。还有什么这一段？我先谈一谈来。就是丰子恺，他本人就是那个诗书，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会掌握，就是很精通。
然后但是就是孩子们，就是他看孩子们，就是孩子们就是这些都是类似于像穿山甲、耶稣这种，就是不是很就贴近生活那种的。嗯。所以就是他一方面就是也是说以自身的一种角度来看，就觉得他们这种东西就是只是为了考试，嗯、而且是不注重那种实用的。嗯。你读出一种委婉的批评和不满是吧？很好，请坐，还谁说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里都表现出孩子的天分，第一个就是孩子可能是故意挑一些比较刁钻的一些问题，然后来考验这个风采显长。所以说可能自己搞笑的一种孩子一种纯真一种天真感，也有一点让人觉得一些可爱的味道。嗯。后面有一句话说逃出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孩子有一些知识，然后比较洋洋得意的一种嘚瑟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更感觉出那种孩子的可爱。然后后来看见先生说这种题目不会考的，就是先生是以一种真正的一种学术者的一种角度，然后去看待一些知识应该是联系生活实际的，就是学校应该是教一些比较就是联系生活的有实用性的一些知识。嗯。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就是学生就是比较坚持己见，就是把那个穿山甲这些东西的就是当做就是真正的一些知识，就是只是为了考试。所以说后来先生管子看踏水不去听他们的话，他们也管子埋头在书中不来采我，直到舍船登陆。这块就可以看出来先生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点迷茫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知识学校是到底是为了教知识还是为了应付考试。嗯，就是为了是到底是为了就是使生活更好，就是知识与生活相联系，还是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的一种迷茫。好的哈，他读书了里边既有喜爱，另外呢还有一种迷茫吗？好，请坐。但是同学们在读书都发出了那个笑声，我给你举个类似的例子，你看海英，鲁迅的儿子海英七岁了，他哈大约认识了200字，他对他父亲说了，你如果字写不出来，谁要？我就是哈，你考不出，哎，你说小孩什么特点啊？他真是啊，同心世界哈、啊，他真是唯我独尊，他不受天地的支配，不受自然的束缚哈、啊，他就是没有权威，没有境界，他们才是天地真正的主人。所以我恼羞并不成怒，我的笑还有什么情感？哎，我真是喜爱啊，如此天真不矫饰，如此自由无拘束，如此真实哎不虚伪。好，我们先大体往下看这一部分，我马上再看还有别的那个场景。第14个。好。语文同学被李娜莎死掉了。嗯。就是男学生叫他被公共汽车碾死了，这个地方。嗯。小孩子很紧张，然后就开始骂这个老师。嗯。因为他还不来。嗯。不过这个地方却正好体现出这小孩内心的纯真。嗯。喜怒都是表现出来，而不是蕴含于内的。嗯，非常虚伪。这也表现出丰子恺对待小孩的喜爱。好的。就是一种同学。好，他说孩子不虚伪哈、啊，很自然，喜怒于形色。好，你坐哈、啊。那个，我们能看出来小孩那种焦虑。嗯，其实小孩性格有时候也挺复杂，他既有啊真的那一面，既有纯真的一面，可是他也有天性里边恶的野草，他也可能会真的是生气，会骂人，但是骂得如此真诚，如此出肝肺腑哈、啊，就是不虚伪于形色，这能体现出孩子什么心情吗？不管交情，因为他一点都不知道你要我遏制下你的要求，忍耐一下你的欲望，你也配一点不顾及平时老师谆谆教诲中国教育的温柔敦厚，就全然出自肺腑的真心里的这种表露。好，再看这还是14段哈、啊，也写得可好，还哪一段给你赏析一段吧？就是他那一句加上后边那一句，嗯，但他到底没有死，终于脱了一件长衫，从那去书房上夺回来了。嗯。其实我觉得他前面那一句是一种那个，就是有的女学生把他死掉了，是一种情感转移。嗯，他可能本身诅咒的并不是那个老师本身，嗯，他诅咒的是他所表达的心情，就是他想知道成绩，却害怕自己落榜的那种负面情绪，通过这种碎碎念呢，他表现出来，宣泄出来。二是呢，他终于后面那一句终于脱了一件相扑长衫，从那迅速慢慢夺回来了。
或许这个老师他走的他并不慢，所以你可以从后面看出来这数秒间的空气的紧张，也就是说这个老师他本身走的他肯定他也是不慢的，但是呢同学由于同学们心情焦急赋予了他这种走得慢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就充分的表现出了同学们心中的紧张和焦虑。嗯，很好啊，请坐。他走出一种对比的感觉，其实老师走得真不慢，这是我太急了，我觉得老师你看你拖着长腿，你慢慢他哪个字啊堵着我来了啊，那种焦虑。所以你看这个像电影拍的话，可能前半部分是很焦急急救命的镜头，那这时候拍的老师得怎么拍的感觉，慢慢的镜头又把急缓镜头交错，最后的特技镜头我要给谁，还对一个耳朵给谁，特技干嘛的，你看这个写法啊。还有我要看回来了回来这句话是什么，回来了回来了啊，好，很欣喜啊，看来成绩很好。回来了回来了，我是更高兴了。怎么还有个方言读的回来了，回来了。哎，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他那个，第一个是他发现他那个他回来了是有一定的那个紧张，马上就要发出来了。然后他第二个弱一点是表示他真的是因为知道自己要考不好，然后可能知道自己的命运了，这种感觉。你看哪个读的更真实一点？是吧，很好，请坐啊。所以咱都看着像是生花妙笔啊，这点点滴滴细致传神的那个描摹，我们都看着孩子很可爱，可是呢心里总是有点迷惑，你看不觉得总不放心，我们再找一找啊。你看你还有什么别的那个孩子方面的，第十五条。即使的结构学一一从先生的嘴唇上判决下来，他的每一句话好像一个霹雳，我几乎想抱耳。知道这种霹雳的人，有的脸色惨白了，有的脸色通红了，有的茫然若失了，有的手足无措了，有的哭了但没有笑的人。这个就是孩子们听到成绩判决下来之后，有考得好了，有考得不好了，考得好了就是脸色通红了，就手足无措了。就不好的茫然若失了，就是哭了但是没有笑的人，就是体现了孩子们之间的一种相互理解，就是对一些考得好的对一些考得不好的一种理解观。是这种理解吗？就人家问我为什么没有小孩笑吗，是同学之间的理解和关爱吗？好，请坐。我觉得不大希望同学之间理解和关爱呀，这是很真实的一种反应。当榜发那一瞬间，那一瞬间你什么反应？都是比较严肃的呀。虽然有人考好考就给出这个啊，女孩子能看出那种真实的那种味道来。好，咱再找啊，我就希望我们来找出孩子天性中的其他的方面吧。就这个地方，它是第四段到第九段，还到第十段。好的。那孩子们看见以后用的是书中，就这个地方我感觉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对学习理解非常狭隘，是因为他们感觉就是学习目的就是为了一辈子荣华富贵，适用不尽似的。同时这个小孩因为父母的这种感觉也对人生理解变得狭隘起来，他们认为只要考好了学校，这一辈子便不用愁了。然后于是他们失去了就是那种小孩本来又有那种童真感觉，就是他们喜欢去看外面世界，而不是只埋头于书。你为什么把矛头指向孩子的父母呢？因为孩子本来就是很成年的，他并不理解这个世界，而他们这种他们所后来这种思维都是他们父母加给他们。我觉得与其批判孩子的父母，不如换学校也会对吧，教育或者社会还是制度好好请坐。其实同学就是说看今天说小孩光关注书不关注那个灌溉，有没有同学关注第三段的？第三段啊，咱好好品读这一三段。好，坐船出门的一天一二。
隔山出门的一天，相接汉相一程，运河两岸水车同体操队伍一般排列着，一亚之声不绝于耳。村中农夫全体出席踏水，以种田二位全部的当然要出席，以种田二乙全部的也要出席，根本没有种田的也要出席。有的车上连夫人老太婆和十二三岁的孩子也都出席，这不是平常惯态，这是人与自然奋斗。我在船舱中听到这种声音，看到这种情景，不是很感动，但当孩子和孩子们对此如同不闻不见。说到埋头在升学指导、初中入学试题会馆等书中，我们喊他们。好，我们就看看啊，来看看这个场景。在这一段中，他描写了就是很多人都去踏水，然后其中有没种田的，也有种田的，也就是说这个踏水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然后作者看到了这种情景，也是十分感动，也有对那种自然的感激。但是这帮孩子们就是没有看，就是对他们不闻不见，也就是说就是他们看似自由，但是他们就是被这些升学然后束缚在那里。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去踏水，但是孩子们就是只是为了升学，然后就是也有一种就是情感，就是在那种学习中有点丢失。好好，请坐。那个他读书是一种那个和风格先生是一样的那种自然的那种感动。这一段哈，你看其实是很严重一场大灾，34年哈是史上少有的干旱。你不要忘了，旱灾一般发生在北方还是南方？北方。那么浙江这个江南它是有水的，但是南方也发生什么干旱？两个月不下雨哈，太阳每天要晒15个小时。寒暑表中的水银每天要爬到100度之上。所以咱再看第三自然段，我问你，你看到人都在那里全体出席，请问你出席什么感觉？郑重。哎，一般讲什么情况我没有出席？重大场合。所以我看这么多人都在那个去出席，我的感觉是不胜什么感动。这不是平常的观感，这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奋斗啊。再看看这个背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自然段。你看咱尝试读这一块，你看我读这里边用了那么多的感叹号，那怎么读出来？怎么读出来？有尝试读的吗？来，天宇涵。喂，抱佛脚没有用，开着许多人的工作，这是百年来未曾见过的状态。大家看，在他们的眼下，两岸看了一看，就回到书上，依旧埋头在书中。后来却提出种种问题来考我。嗯，好，请坐。那你能读出来吗？你还读出另外的味道吗？我觉得这个词呢，应该不叫迷茫。看了，我们当然有喜爱，就像你的刚才疑问一样。其实我们该换个词，有里边有喜爱，还有另外一种成分的东西。对吧？还有一种隐隐的批评吧，批评哈。对，我可以理解你哈，一路赶考，对吧？心无旁志，不可谓不专心，不可谓不辛苦。正所谓人生忧患，人生十字忧患史哈。小孩从十字开始，世至尘劳悄然而至哈。我理解并宽容，但是他们天地未免有点太狭小了哈，他们只知道去关注这些无用的东西，所以我有喜爱哈。你看，我恼羞并不成怒，再多的情况下，这就是额外的味道哈。我可以宽容你的成长，但是这里边隐隐含一种批评哈，隐隐含一种那个不认可。好，咱再看，还有你看，例如说，穿山甲喜欢吃蚂蚁的，你有没有想过，大旱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冻灾，他们不关心人吃什么，不关心说等等这些细节哈，所以越读越味道。我们再找看文本，你看这个孩子什么样的味道来吗？场景描写吗？什么意思呢？他还有吗？13本。他后面说就是，考得不得意的人嘴上说沮得要死，但从他们的气质上，他表示心态的上，可以窥见他们并不绝望。就是一种就是孩子们就是只是就是。嘴上说说那种取得要死，但其实是内心还是存在那种希望，就是万一就有万一有那种万一的那种情况，然后事情就可以成功了。
为什么他这么执着呀？为什么那么难考，他还抱了万分之一、万分之一希望呀？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考的这个是省立学校，然后就是这个省字好像就是，如果考进去，好像是有一次就一个光环一样，就是很。就在同龄人很荣耀的，看到是个光环，很好。哎，我们看文本，你看文本有相应的吗？为什么拼命去指着考啊？因为考上就代表什么，在他们眼睛里边，考上就代表很好。我们组出了孩子心目中的那种功利之心。好，请坐。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结尾哈。汉灾比我们来时更。进步更重了，可是孩子关注了吗？没有哈，没有那个关注。归乡水路不通，水没有了。再补充类似的背景哈，你看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一爆发经济危机，那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他只好加速向中国农村输入洋货，导致是经济破产，人民生活贫困。918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伪满中国，中国成立哈。蒋介石内战不断，可谓民不聊生。在这个背景下哈，看看孩子的反应。好，我们来看看孩子反应。所以对最后一个自然段，我们来赏析。似乎能够考得进去，便有无穷的厚望，可以一辈子荣华富贵，吃用不尽似的。你怎么理解的？我对这就是。似乎能够考进去，并有无穷的厚望，可以一辈子荣华富贵，几乎用不尽似的。这一段我有两个理解，第一个是表面的，他的就作者以旁观者的状态，他所描写的对象是孩子，写的是孩子们重创后内心的喜悦，写出孩子们天真无所顾虑。但是从更深层的一方面来看，是作者以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社会的教育制度。是教育化，是知识教育制度把知识和教育功利化，从而导致孩子们以为重盲后并悄然无所顾虑，进入思想误区，这是对教育的批判。结合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中国的社会是非常贫困的，然后再结合前文来看，如第九段中作者说这种题目不会考的，但是我们就可以想一下他要考什么，作者所认为的这个题会考什么。我们再看一下前第三段，他说的就是农村中农夫全体出席踏水，而作者在这时候让学生们去看踏水的场景，学生们只是瞥了一眼，他们并不重视。但是从前半部文章中的作者的比较来看，他更深层的体现出一种作者对民生的关怀，而作者只是以孩子来描写孩子。但这是一种让那种内心深处的担忧与顾虑却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是隐含在文章内容中的。所以纵观全文来看，写孩子只是表象的，更深处的是写了作者对社会的关怀，对社会教育的批判。很好哈，他读出了一种请坐，在宽容中的担忧。孩子们所关注的只是说书本里边狭小知识，他们人生未免太是吧，瞎笑了哈。他们的那个，他们只是无限的放大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要求，而从来不关注社会，不关注人生。他们追求的考试，只是追求你文章讲的话叫荣华富贵、吃穿不用。那么这样的孩子，这样的考试，怎么能不让人担忧呢？无论是批判社会制度也罢，批判哈这个就是比较荒谬的成人世界也罢哈，反正都看出情感变化是相当复杂。另外，本文的语言哈，还有一种很幽默、很讽刺，对吧？很诙谐的地方，你能看出来吧？咱们举两个例子吧。12分钟里面，荣马电上需要防电，被压缝机挡住的。
然后还有那个十一段是那个男孩和女孩的说话，就说的非常诙谐。第十二段没太多，十三段的话就是那个他们胡思乱想的反复投入的非常的幽默。还有死而复生，就是这些词语。然后十四段就比较集中了，第十四段就是那些对那个一个老师一个什么先生出去看那个看榜时，这些孩子们的心理反应是骂他们，骂他什么死掉了，被你公车碾死了，回来回来了，这个然后青红发落，然后脸色惨白，什么这些词就非常的正式庄严，但是在这里就显得不伦不类，显得不学幽默。对，他说的又好，叫不伦不类。他就说其实你看似吧四庄十邪，也可能一庄一邪，但是在诙谐里边一印足先生的什么情感，是吧？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孩子功利世界的一种什么，对吧？深深的一种悲哀吧。哈，很好哈。好，我们看呢文章没有选全，我们在文章的就是被删去一部分。你看文章的前半部分，他写到了牵牛花，你自己书小书书读一读来哈。看着花开花结籽是我过去的乐事，再看结尾文章的后来，再说什么？就看他们第三段这样的态度的话，也是不会就是在意像日常生活像老百姓这样，就像民企民生他们都是不会考虑的。嗯，这样的话他们虽然就是爬很高，但是不会开花结籽，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会有很大的成就。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好的，好，请坐。其实都看来批判的不是花，而是批判的这种算是在社会下功利下扭曲的这种孩子的心嘛，孩子的童心。所以说这里边哈，先生的角度哈是一个旁观的角度，他一种复杂的情感哈，一种寂寥的味道，还在护送这群走在黄金时代边缘的孩子，如此勉励哈，如此悲心交织哈，悲心自知。原来八指头陀最后两句话是这样说的。可凯人情物欲必先真，还有先生说我在世间有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肝肺肝相似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有没有像你们那样的彻底的怎么样真实而纯洁而喜爱赞美而向往。但是第二，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我也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走向绵羊的地步，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先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刻画了三十年代考试的众生相哈，他以悲天悯人的眼睛和心灵去见证考试对孩子幼小纯真心灵的深深伤害，情感跌宕起伏，在感受孩子纯真的情感同时也倍感沉重哈，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否定去唾弃成人世界功利世界的哈厌恶哈。
先生一直是以同心世界的真和佛理世界的善相结合的理想世界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最后呼吁，他最后说，把儿童的世界一二，把儿童的世界还给他们，让他们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希望我们童心常在，这样的话就会美好常在。我们看到高考题，2013年浙江卷高考题哈。时间很紧，希望每个同学就写一句话啊，来谈谈你的感受。看丰子恺是这样的，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转弯。英国作家郝俊宇说，为什么人的年龄在延长，而少男少女的心灵却在提前变样。菲尔丁说，世界在失去伟大的孩提王国，一旦失去这一王国，那就是真正的沉沦。好，我们就一句话的形式啊，来写你的感受。被社会同化前的孩子是改变社会的希望，被社会同化后的孩子是社会的悲哀。好吧，我再重复一下，被社会同化前的孩子是改变社会的希望，被社会同化后的孩子是社会的悲哀。哈，很沉重啊，不好。孩子的视角总是最真实无伪的，正如那个皇帝新装，在众多大人虚伪的不愿意说出事实时，是一个孩子揭穿了他们虚伪的面具。好的，总共有真诚啊，揭开成人虚伪的面具。开始开说，拿起来读呀，宝宝大家。人的精魂，孩童。好，注意很短啊，人的精魂，孩童啊，很好，请坐。他都看出了深沉的感慨。最后呢，孩子先生给他的孩子写过祝福语啊，给他的女儿即将走出黄金时代，即将跨入另外一个人生的黄金时代，其实是这样说的啊，你们带着童心的余韵一二，你们带着童心的余韵即将进入另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变幻莫测的人生，希望你们永远保持求真向善爱美的天性，昂首跨入你们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大声读话，希望你们永远一二，希望你们永远